画好了。你那个鱿鱼是？哎、欸，这是一个人的梦想，你敢勾鱿鱼？导游，拜托姐，我觉得还是鱿鱼啊，不是，他是红鱼啊。他很好，好的。对，我这个是红管，它是金色闪闪发亮。对，然后它下面有六个人，就代表我们那个团员曾经的团员。他、啊、有一个比较矮，那个是阿伟，因为他比较矮。你们都解散了，你还要羞辱他？